宝中晚熊般的再出发，各位看到可爱的宝贝，他们要以振奋人心的旋律还有肢体的动作表现他们最棒的表演，请各位用掌声来欢迎中晚熊班。熊班所带来的再出发，也谢谢指导老师陈雅婷老师、陈慧娟老师，小朋友跟爸爸妈妈挥挥手，好棒！我要谢谢刚才在台前一起唱歌的可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可爱哦。